铁锅煮饭。见证奇迹的一刻。晶莹剔透，哎，下面有点锅巴哦。哦，哇，这个米香有一种蓬米汤的味道。趁它还有水汽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不会粘锅的。一个好的锅呢，煎、炒、煮、炸都可以，但是一个锅呢，最难的就是煮饭。要煮出好的饭的锅子就不容易了，好饱满啊。